宋连生，我吃得十分之不高兴，要不然你们俩留着，我走。等等，当什么真呢？就是，无非是试试有没有梦，梦能不能来。再说了，谁没有摇晃的时候啊？那么大的金殿都上了，有点超乎常理的梦，那也是没有错的嘛，啊？是不是二桃子？对呀、啊，吴双姐有点想法也是好事嘛。嗯，你吴双姐有想法，哦，你就没想法了。你瞧你的样子，说说。我呀，我都感觉自己要封为贵妃生太子了。啊呸！你想的可真远呢、啊，你生太子了。哎呀，这只不过是想想嘛，那种感觉哪有跟山药在一起的感觉实在啊？那种感觉啊，只能当戏，哪能当日子过呀？是吧，吴双姐？嗯。嘿，对对。你们俩这样想就对了，哎，有句话说得好，伴君如伴虎啊。那天在大殿上，两个人说啥，咔嚓，脑袋就落地了。哎呦喂，我说，咱们可不能在这久待了，咱们得赶紧走。是啊，热闹热闹就算了，又不能当饭吃。哎，要走快走吧。对对，结了婚咱就走。呸，想得美呢，不回长沙，不为我爹娘报仇，结婚，免提。你以为我骨头轻了？哼，我只不过是苦中作乐。吉祥，吉祥。从今往后啊，这儿就是你的家，想来就来，你就是我哥啊。哥，算我夺人之美，对不住了啊，来。又算你喝多了。我怎么会喝多呢？你说，那我们结婚这事儿，那是喝多了能办的吗？这人生无常啊，月哥，我和三燕好到今天呢，也好了几天了。说句心里话，不怕你不爱听，我是真不想让你出现，永远不出现才好呢。但是人生的事啊，就是这样，啊，你不想的事情，它该来的时候还得来。那算是我不厚道了，我干一杯。别，这话呀、啊，不是这么说的，啊，
不过呢，你既然来了，那该说的话还得说透。我和三样生死相依啊，就算你是我哥，你也是外人。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三样要是跟了你，连人带孩子都不会幸福。刘三，你真的喝多了。嗯，我说的不对吗？你说，我让他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对，当然对。哎，兄弟，你既然认我做哥哥了，我就叫你一声兄弟。岳某出来之时，并不知道你们已经成亲了。岳轩知道的时候，本想走的，但三燕说你想见我一面。哎，我说过见他吗？想想，见见也好。嗯，有句话，哥哥摆在前面。从现在开始，以往的事全搁在酒外面了。嗯，你是我兄弟，我是你哥哥，和三燕再没关系了。我来也是你哥哥，走也是你哥哥，约定如此。这杯酒我喝了。哎，等等，我也喝。何满啊，哎，上次吴云走的时候可是当着老太医的面拿的银子，拿了多少有数吗？500两。多少？怎么这账上短的可是5000多两啊？那就是5000两。何满呢？哎，这是一颗上好的南珠，拿出去卖了就能立业，给你吧。哦，我可不敢要。我做主了，拿着。那老太医问起来，那可怎么办呢？哼，老太医什么也问不出来了，他太老了。我接过这个账是为了文世堂，他吴家人没有一个人能撑得起来了，只有我来撑了。拿着吧，你应该的。还有，你帮我配点药。干什么用啊？杀人用的。如月小姐有何吩咐？齐壮士，我不想看着我不喜欢的人过好日子，也不愿意看着别的药铺子比文世堂还红火。告诉你，钱我有。哦，我明白。哎，你怎么整天在行宫里进进出出的，倒变得一点规矩都没有了？这规矩那规矩，这回到住的地方还就想破破这些烂规矩。哎，你斯文一点好不好？我还没有嫁给你，这样喝水真难看。斯文斯文，斯文都快受不了了。我不会给别人看病，别人该给我看病了。吴庄，咱得离开这儿啊，离开这儿。这行宫虽好，可它不是咱们的家。说真的，我也很想回家。也不知道秀庄怎么样了。这里虽然有吃有喝的，可是一点意思都没有。可这话怎么跟大福子说啊？自从上次见面之后，现在要见他恐怕不容易了吧。我再想想办法吧。所烧何物啊？回万岁，太医们煎的治咳嗽的药，奴才已经尝过了。药都喝了一车了，咳嗽还照样。端回去，端回去。这不喝也罢。堂下何人？
回万岁，宋连生。宋先生啊，当值呢？啊，回万岁爷话，当值呢。哎呀，在朕的太医馆还好吗？您要让我说实话，那就是不好。哎，这怎么说话呢？过来，走近点说，走近点说。是。怎么着，欺生啊？那倒没有。那为什么呀？回万岁爷，他们可不会治病啊。什么话呀？人家都是一等一的几世一家，不会看病，那是朕的烦疾太难调理了吧？万岁爷，要让连生说呀，您根本就没什么病。没病整天的咳嗽，什么话呀？那您能不能让连生到您的卧房去看看呢？你不是不爱去朕的卧房吗？那有什么办法呢？为了治病也得去。嘿，你这好像是吃了多大亏似的啊。哎，不过连成兄啊，你这个直话直说的劲儿，朕还真喜欢。谢万岁。看什么？万岁爷，臣有句话想跟您说。是不是想走了？哟，让您给看出来了。朕还想走呢，可身上背着一个天下，走到哪儿也放不下呀。想走啊？行，把朕的咳嗽治好了，让你走。行啊，那我没问题。说好了，不吃药。啊，不吃药。好，不吃药。你答应了吗？当然答应了，这有什么不可以答应的呀？嘿嘿。哎呀，真的不吃药就能治好吗？当然不用吃药了，不但不用吃药，连针都不用扎。二桃子，哎，收拾东西，咱要走了。真的？真的。哎，好。连胜啊，啊，你这样的男人在关键时刻，真让人觉得有依靠。跟你说啊，嗯。要是走不了，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行，走了。万岁爷，您咳嗽醒了哈？我敢不醒吗？某人说要给朕来看病的，睡得比朕还瓷实呢。行，我给您看病，我现在就给您看病啊！大晚上你看什么病啊？我告诉你，朕不吃药啊，不用吃药，啊，换个枕头。哎呦，换个枕头就行，我保证您不再咳嗽了啊！换枕头。您要再咳嗽呀，我就不回长沙了。是朕更咳嗽，不是枕头咳嗽。这咳嗽不是一两天了，这换个枕头就能不咳嗽了？您听我的，您快去睡睡试试。哎呦，这光着脚就下来了，快去睡吧。再咳嗽您找我啊。快睡吧。睡了个好觉啊。哎呦，万岁爷，您别欺负连生啊，我一直在这听着呢。这后半宿您一声也没咳嗽，您已经好了，您现在是装的。好了，好，说好了不用药的，枕头里放药不算啊。没药啊，就是骨康。没药就换个枕头，他就好了。
啊，他可不就是枕头的毛病吗？您哪有病啊？您原来睡那枕头啊，放的都是什么鸭绒啊、鹅毛啊，睡着倒是舒服，可人一躺下去，就把那里细绒绒全都给挤出来了。哦，您这么一挤出来，您这一呼一吸的，都吸到嘴里头、鼻子里头，那可不就咳嗽了吗？这不甭说了，甭说了，再说这嗓子眼又痒痒了，就这么点事儿啊？可不就这么点事儿吗？这哪用吃药啊？您就睡我给您换那个枕头，保证您就不咳嗽了。治病跟治国一样，找对了劲儿，不用花那么大力气说那么多话。连生啊，哎哎，朕的病好了，你这么大能耐，朕就更舍不得你走了，还是留下吧。万岁爷，您金口玉言，说话可不能不算数。那无双那儿吧，行李都备好了，说了要不让走啊，那就让我吃不了兜着。你真的一点都不心疼朕吗？结拜不结拜，挽留留不住，真的一点都没有留恋之心？有，万岁爷，您天生的气火两旺，但是心肺颇弱。临走前，连生给您留下个方子，万一有个急药，您不妨一试。还有，那天从南京大牢里出来的时候，有一句话我想了许久，走前还是跟您说了吧。说。南京一案，有罪当杀，但有的人不该杀，甚至不该抓。万岁爷，杀人不好，天地人和，人命第一，还望万岁爷您珍惜子民。这是教训起朕来了？嗯，不是。那你走吧。那我们就回长沙去了。走吧，走吧。走吧。大夫，大夫，山药，把帘子给拉下来。哎，不能放啊！拉开！田先生，这放下帘子不是更静吗？省得街上乱。您诊脉时啊，心不静。嫌我看外面了是吧？跟你说啊，我不看外面，开不对方子，我诊脉就这习惯。你没听见？赶快拉开，千万看准了再开，看病不是小事儿。就是啊。拉开，拉开。哎，大夫，您给我开方子呀。八豆牛黄你就吃吧，吃过就通便了啊。您得给我写下来。什么大夫？是看病呢还是看街呢？哎，这位先生您别走，方子不对，我给您改一改啊。不改了，就这么留着。山药，哎，这些天光拿方子不抓药的人好像不少吧？可不是嘛。哎呦，这咱可得防着点啊，别出什么别的事儿啊。
你找什么呀？我出诊刚路过，就先回来看看。三儿，嗯，一个人在家闷不闷？有花秀还好。要不，咱雇个人吧。一是有人做饭了，二是也省得你闷得慌。好啊。也省得你操心了。我也是为这家好啊。我明白。三儿，你听我跟你说呀。真是无情，怎么讲啊？就说一个走字，连送都不送，咱们还救过他的命呢。我看无情好，哎，真要是有情了呀，把你留下了，那还麻烦了。哎，你不会又想留下吧？哎，少提这段啊，要真留下了，这一辈子得悔死。就女人呐，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实，什么是虚，嘿，虚荣心。不虚荣啊，还活什么心气儿啊？女人活着就是为了心气儿，对不对，二桃子？对呀。啊！坏了，坏了，坏了！不知道是来拦还是来送咱的，无双，咱怕是走不了了。宋连生接旨。草民宋连生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大夫，原想多留你几天盘桓叙旧，知你闲云野鹤，自在惯了，留也留不住，索性不留了。南京数日在大福的心里，闲时回想，余味无穷啊。大福子寿命于天，注定的只能在宫墙之内，以社稷为重。想想民间有你这样的贤良之士，为朕分忧，心里温暖得很。此去长沙路途遥遥，送你一辆马车代步吧。大夫都想得真周到，知道我原来是被长沙官家逐出长沙城，真要是回去他还不好住着。这下好，拿了圣旨，踏踏实实回长沙跟你结婚生儿子，在九日堂踏踏实实坐下去。收好了。我不管，
甚至一句也没提到我。你回长沙了，谁给我报仇啊？你看你，说好了的有我呢，我给你报仇啊。这位是什么？这位是马兜铃。凶吗？吃少了没事，吃多了就不行了。这位呢？这位是商鹿。也是药吗？也是虎狼之药。好，包起来吧。何满，这事儿别对外人说啊。哎，大小姐，您叫的人在外面等着呢，叫他们进来吗？哎，来来来，快给如月小姐磕头，给如月小姐见礼。别磕了，这么多人，看得我眼都晕了。起来吧。哎，起来，起来，起来。问你们话，都看病了吗？看了，看了。什么话？我说的就不信，非得问他们。开方子了吗？开了，开了。都拿出来。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多少？二十。齐壮士，不是咱争生意抢买卖，实在是他九芝堂的运程到了。如月姑娘，办什么事说什么事儿，老说那么多多余的干什么呀？九芝堂他就是运程没到，想让他到他就到了。这么点儿？还有呢，等事儿了了再说吧，我回了。记住了啊，先给你们每个人发五两，都拿着它到府上告状去，事成之后还有。走吧走吧。哦，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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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哎，田先生，田先生，请留步。不，姑娘，我有急事儿。再有急事儿，容我说完了，你再走也不迟。田先生，古人云：“妻子好合，如补琴瑟。”又说：“婚姻者，福祸之基。”啊，既娶了人家，就当以信为本。不信的话，这福啊，便该转为祸了。不是，东家，我这几日他心思实在是不在堂上。你说我家里要是没事儿，那算我多想了；那有事儿，我不就吃大亏了？那我问你，你仓仓促促的回了几次家了？不记得了。有事吗？那有事儿，我还能在这儿吗？那就是没事了。东家，这一次没事儿，他不见得次次都没事儿。我真得走了，晚了抓不着了。哎，你坐堂呢？你东家，你也知道我现在心思，我根本就没在堂上。这样吧，今天以后我退聘不做了，前些日子我也开错了不少方子，以后就不再连累药堂了，你就让我走吧。哎，你想过没有，有人就借你这事儿毁咱们药堂啊。毁不毁的，我实在是顾不上了。万先生，告辞了啊！就是这儿，回去，回去，官差了啊！怎么样？闲杂人等一律回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走走走，出去出去，都走了。哎，差官，什么事儿？这怎么回事啊？这不是要关我们的买卖吗？这你说对了，九芝堂东家在哪儿呢？我就是啊。你听好了。现在有二十几位病家把你们给告下。为什么？哼，为什么？乱开医方，无视人命，现有长沙府狱。我念念你听听。长沙府狱
近闻坡子街九芝堂请无为之行医者坐堂诊病，错开医方数额颇重，有喘而按胃病开药者，有泻而按心病开方者甚多，实在贻害病家，惹起众怒，着令九芝堂即日查封，立案待审。这谁告的？谁告的呀？我们开错了方子，都是要重新给开的。他们非拿着开错的方子走不成。这边搅和的坐堂大夫心神不定的，那边又故意的来人看病，这不是成心害人吗？这害不害人，要等立案以后再说。事情已经落实了，不查封你们药铺不足以平民愤。哎，你不信，告你们的二十几个人就在外头呢。哎，你看看去吧。看看去吧。开的什么药铺啊？去看看，去看看。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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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了。师爷，这一方子是我开的，有错在我，跟药堂没关系。您别关人药堂啊！知府大人要封的药堂，谁敢不尊呢？东家，叫你们人赶快撤出药堂，本师爷马上要封门了。不，别，不，别，封门。姑父，该吃药了。哎，好，是按照我的方子煎的吗？是啊，怕您不放心，你看药渣子我都带来了，您看看。这药怎么有点刺鼻呀？嗯，是吗？可我觉得挺香的呀，要不我尝一口。你没病，你喝什么？我老了，鼻子不好使了。来，喂我吧。是你？你来干什么？九芝堂封了。是吗？这么快？那是你的主意好。不是我的主意好，是你进进出出埋下的醋缸子好。岳壮士，男人不吃醋不好，可要真吃起醋来呀，也很可怕，是吗？不知道。不是我当着你的面说恭维话，你这人在粉黛群差中却有那么一股冰冷而硬朗的劲儿，见了你的人不动心的少。多谢。可对见过世面的女子来说，那心动动也就动了，动过一想，人是不错，可是飘忽的让人看不透，那动了的心也就止住了。你干嘛来了？这街上出出进进的可不安全。九芝堂关了，我一来给您捎个信儿，二来给我配些伤药。伤药？多少？购置200人刀枪之伤的。岳壮士，我可告诉你，事儿成了，钱我是要给你的，伤药我们不配。何满呢？哎，东家，您说。吴云上哪儿去了？
不能这么不闻不问的呀。你赶快差人把他找回来，我眼看就不行了，温世堂不能交给外姓人呢。东家已经派人去找去了，还没信儿呢。好好好，您慢点。额满，你是十几岁跟的我呀？回东家13岁。你要是我的儿子该多好，温世堂就给你了。你这是东家，我你哭什么？有话就说嘛。我对不住您呐。你怎么对不住我了？啊，说说呀，说。东家，我真的是对不住您呐，我对不住您呐。干嘛要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人走了吗？走了。钱拿了吗？没拿。快叫轿子，这种人可不能再惹了。去叫轿子干嘛？去长沙府衙。去长沙府衙干嘛？问那么多干嘛？快去。哦。东家，我不是东西，我应了他，我又后悔了。不过我在煎熬的时候把那药我偷偷给您换了。是这样。何满，谢谢你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等死。这件事不能说破。还就这么办着。哦，这有1000两银票，你赶快差人把少爷找回来。只要少爷回来了，这文世堂办不办也就无所谓了。这一回我算明白了，这些年千错万错是我错了。胡双，您看这要冷不丁来个人一瞧，这咱俩哎还真就像一家子一样啊。可不是嘛，而且是那种刚到一起新新鲜鲜的一家人，还是那种过得旧旧的一家人。哎，这要我说呀，咱俩干脆就一块过了。其实我觉得结不结婚没什么，你说呢？看着像，可是呢成家的心没了。你这什么意思啊？一点新鲜劲儿都没有了。咱们俩好像走着走着走过站了，熟透了。啊，不是，咱俩可什么都没有呢，怎么就熟透了呢？哎，你这什么意思啊？跟你太熟了，熟得亲不起来，一点新鲜想头都没有了。胡双，结婚结婚可不是又接个熟透吗？哦，这不是吃果子还得显新鲜的呀。不新鲜就不盼着了。
连生，我总是把你当成隔壁邻居的大哥哥，怎么从来都没梦见过你呢？你竟顾着梦别人了呀？哪天我就爬到你那梦里头，让你梦个结结实实的。哎，大哥哥，大哥哥有什么不好啊？总比那个打着个幡还抬着个棺材在大街上演戏让人瞧的那个吴家小弟弟强吧。练生，哎，你真要娶我啊，你得带给我一些新鲜的感觉，哪怕陌生一点，要不真是不甘心。陌生一点，我跟你说你到时候别后悔。陌生换句话是什么？那就是隔膜啊，亲近了不好，非隔膜了好，到时候还不一定什么样子呢。哎，二桃子啊，哎，怎么了？怎么了，二桃子？怎么了？怎么哭了啊？是不是钱包丢了？说话怎么了？我刚才看到吴公子了。吴公子？什么吴公子？哪个吴公子啊？还有哪个吴公子吗？就是文师堂那个吴公子啊。他怎么了？他穿个破补丁的衣服，在一个门脸前面摆张破桌子给人瞧病。哟，这可新鲜了啊。快快带我们去看他。啊，对，带我们去看看吧。快走。哎，您来玩回来了。对了，孩子。热乎的。要不是亲眼所见，那么大的家业，文士堂的公子怎么在这儿摆野摊给人家看病？摆摆也好啊。哎，你有点同情心吗？嗯，您先吃三副看看，不好再来啊。哎，好好好。哎，这是我的诊费啊，谢谢。这一次病才两万呢。哎，你干什么你？你干什么？这规矩吗？我悬壶济世，治病救人，这就是天大的规矩，难道还有什么规矩不成？正算治病救人，本大爷就想让你舅舅从今往后十天百钱，多了不要，余下是你的，从一逢十咱们清账，咱们相安无事。我没有。好，有气度。小的们，掏他身，搜他钱，砸他桌子。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记住了啊！本大爷跟你说的话，你给我记好了啊！来人了，来人了，听见没有？是，嗯，要钱是吧？算你说对了，把这剪子给拔起来，看你有脖子没有？把它给剪断，把我的头给卸下来，钱你才能拿走。哎，怎么着？想玩命？撒泼？小段，动手！怎么不敢是吧？你们不敢。我做给你们看，小姐，夫人，我做给你们看了，夫人，小姐，你别拦我，夫人，我做给你们看，夫人，你们不敢是吧？我敢呐！范如啊，可真是新鲜了啊！看人家活得多有声有色啊！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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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风车船。双眼睛，忘了。